啊，它不是那种合身大弹性的哦，它是没有弹性的，但是它穿起来是一个非常笔挺的 T 恤。这一次呢，我们选用的布料是比较挺板的，不是每一次都要那种拉的可以很弹，但是呢，来身宽一样是可以穿到 L 号，很简单的烫金字，大家都喜欢烫金，但是烫金一样是要听我的话，好好洗，把衣服反过来，洗衣精一样不要加过多，手洗浸泡就好了。那它的 T 恤版型，我最喜欢是它的袖口，它的袖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小小的，可是呢又有空间，所以呢远远的其实让 Newer 的手臂非常非常的修饰。再来它的身宽没有特别的宽或是窄，就是非常标准女生喜欢的版型，所以即便你看呢，我把它放出来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看哦。白色多少会微透，所以里面自己加白色的小可爱。我刚刚身上穿的白色现在在我的手上，我讲了这两个颜色真的很值得购买，因为很薄很舒服。然后烫金我觉得大家都喜欢，就是简约，而且它是草书哦，就是看起来不会过于休闲。如果呢你想要上班穿搭，换一个就是老爷裤啊，或者是比较上班族的裙裙，我觉得也都可以来穿搭。